这是我们的早饭，但现在已经9点多了。吃完了，就剩俺俩了。你去拿个皮套，妈妈把头发给你扎上。吃饭，这咋没睡醒啊？你还能放松几天？几天？就这几天。你咋不吃呢？我等一会儿我还得喝药呢，喝完药得等一会儿吃。妈妈吃的是最晚的。爸爸早上上班了。现在咱们家全是休息的，就你爸一个人上班的。为啥呀？那你看你不也休息了吗？那我爸为啥还上班啊？那你爸不上班不挣钱呢？他们也不跟我们一块休息吗？不休。只有你们有暑假和寒假，我们都没有，谁都没有，只有上学的有。所以你上学多幸福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上班哪有休一天？幼儿园也没有。幼儿园你们去也不学习，天天玩。我的咖啡凉了，喝咖啡，苦咖啡。你是说要什么咖啡？我的早饭是啥？一杯水，还有一杯咖啡。妈妈，你喝完这个咖啡。不能喝这个，苦啊，能喝一下呀。那就俺就吃饭了。喝点吗？你闻闻，好闻不？闻着味儿都闻不下去。想喝不喝不怎么